家里的美甲鱼子酱太多了怎么办？有很多颜色，一年也用不了一次，就这么闲置，太可惜了。看，蓝猫用它来做什么？小小一杯，精致又可爱。女孩叫蓝猫，是个18线手工博主。只见她挑出一个不常用的颜色，这一次就用它来做试玩。记得以前用它做过寿司上的杯子，这一次要用它来装饰杯子。拿出一个浮雕小杯子，在杯口边缘涂一些透明滴胶，然后把杯子倒扣在鱼子上，滴胶会粘上一圈的鱼子酱，就像一个带上花环的项链，把它困住和外圈分开。用金色瓶吸鼻水，稍微涂一点，接着在杯子里将又放杯草根冰，涂上一点点红酒，然后是透明滴胶，又拿瓶子盛满，再涂上白色滴胶，在顶端放入一个圆筒，叠好的玻璃瓶，最后放入紫外线灯下固化。粉粉嫩嫩的颜色特别对比，搭配上一个金色的小花，少女气质妥妥拿捏。手工皂很不错，